好，来我们看第十八题。In a class of 40 students, five of them have mass heavier than or equal to 50. So 我的 P 是 probability of 那个mas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50是 five out of 40，五个四十。这一个是五个四十，五个四十，一百八，0.125。然后八 student choose at random，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，and 等于八，所以 x is binomial distributed 八0.125。然后 a。Exactly two heavier than or equal to. So probability x 等于二，然后我们就有八 c 二乘0.125 power 二乘0.875，然后 power 六，然后这一个就会变成了0.1963。Less than two. So less than two 的话呢，就是 p x 小过等于 less than two 小过二，然后 p x 等于一加 p x 等于零加 p x 等于一，然后八 c 零0.125 to the power of 零。0.875 to the power of 8，所以这个是这样，然后再加这个八 c 一0.125 power 一0.875 power 七，然后3934。六七七多0.7363，所以是0.7363。C less at least 最少六个小过五十 ，at least 六个小过五十 ，OK， less than 六个，然后less than 50，所以它就会是 less than 50的六个，小过六个，最少六个，六个、五个、四个、三个、一个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这一个是6543210。然后大过或等于50的话呢，它这一边它总共有八个人嘛，八减六就二，然后3456789，所以它是 probability for x 大过等于二，然后一减掉 probability x 等于零，再一 probability x 等于一，所以它是一减掉。0.7363，所以我在这边一减0.7363，然后是0.2637，9327，最少，有六个学生大过五十。OK， 最少六个，然后六个最少六个，六个、七个、八个，弄错了，它这一个是六个、七个、八个，所以它这一个是六七八。OK， 然后二一零，所以我在这一边，它这一个是小过等于二。
OK， 所以它这一个会等于这一些，再加上这个。OK， 所以它这一个呢，就会是等于刚刚这一个73839293，哦，0.9327啊，0.9327，0.3436加0.3927加0.1963，0.9326。0.9326，给我是找到9326了。OK， 好。